今年一月才与丈夫周杰伦举行盛大婚礼的昆凌，如今已经怀孕将近六个月。在上月中旬的公益活动上宣布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昆凌，如今已经全面开启停工待产的生活，但她依旧通过社交网站分享自己的近况。昨天，昆凌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牛排美食的照片，并大方分享自己的养胎菜单，称吃了一个礼拜的蛋白质餐加甘蔗水兑柠檬水，把你养大大 ，baby， 希望你今天让妈咪交出好成绩。网友和粉丝们随即纷纷在昆凌的社交网站下留言评论，有网友表示孕期要放松心情哦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加油加油。也有不少有过生育经验的粉丝建议称，我从怀孕初期到后期每天一杯豆浆，小朋友好白嫩哦。夜思的新闻中心上报道。